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高僧传讲述台湾第一位肉身菩萨持航大师。高僧慈航大师，高僧的大愿，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字为己志。出家人弘法是家务，度生为天职。只要有人听，岂可不说？高僧的大恨，为法忘躯，为教尽瘁。慈航大师，大家都敬称他为慈航菩萨。清光绪21年，西元1895年，福建省建宁县人，系出名门。6岁开蒙读书，13岁时辍学，学习缝纫，在寺院中缝僧衣。18岁。赴灵异泰陵峨眉峰庆云寺出家，李志忠和尚为师。同年往江西九江能仁寺受具足戒，受戒后参访九华山，也曾经在九华山住席2年，后来也到苏州、南京、扬州、普照庵、芜湖听法华经。30岁时候住南京正觉寺，在金陵寺眼观自修，每日午斋后为寺中的大众讲演楞严。33岁的时候到闽南佛学院求学，34岁的时候，太虚大师在南京毗卢寺创办僧伽训练班，慈航大师任庶务的执事。35岁任安庆银江寺方丈，创办佛学研究部，成立新奇念佛会，组织义务夜校。36岁时赴香港仰光讲经，39岁住仰光弘法，仰光的中国佛教会成立，开办佛经流通处。慈航大师于51岁时在新加坡创办《人间佛教月刊》，54岁在中立圆光寺开办台湾佛学院，55岁达兴尼师玄光尼师请慈航大师安住于细止进修院，57岁住持弥勒内院。慈航大师在进修院开讲楞严经，59岁时弥勒内院闭法华观，60岁西元1954年圆寂于细止弥勒内院法华观房。东南亚各处开追悼会，在台湾由中国佛教会张家大师主持追悼会，西元1059年开纲，肉身完整，双腿盘坐，宛然如身，成为台湾第一尊肉身菩萨，封安自细止慈航纪念堂。慈航菩萨的出家因缘，13岁的时候学缝纫，送僧服至甘露寺，经过大金湖的河滩休息，在梦中见到观世音菩萨告诉他：“你怎么这么贪玩？”醒来后发现河边的山壁上真有观音圣像，与梦中所见
一模一样，因为常往来寺院，对出家人升起了仰慕之心。慈航菩萨于11岁母亲过世，17岁父亲也过世了，感悟人生的无常，升起出家之意。后来精进勤学，能完成120万元全是出家后辛勤学习中来的。慈航菩萨因为父母亲身亡以后，他没有机会读书，只是识字而已。慈航菩萨曾3次对道安法师说：我因为家庭的不幸，读书过少，虽然出家10多年不能看懂佛经，在家时只读3字经、6元杂志、论语，也没有完全看完。后来33岁在南普陀佛学院研究佛学时，曾经被人嘲笑他外表高大像个人，为何文字一窍不通呢？别的同学作文是圈上加圈，点上加点，而他的作文老师不但不改，拿起笔来就是擦擦擦，令他自惭自愧，从此精进勤学。慈航菩萨曾对道安法师说：民国18年任安庆银江寺方丈的时候，无法看懂佛学书籍，身为一寺之主，寺众的领袖不能拨开身为佛学的哲理，心中非常的惭愧。在想入佛学院年纪已大，而学习浅薄，闽南3个月的教训使他酥觉啊，头晕啊，如果不再好好精进，他不敢尝试佛学院的学习。所以到35岁，他上进的志愿啊，并没有灰心。就在这时，华房法师与唐大元居士在武昌办佛学函授班，欢喜之余，他立即汇款报名参加函授班。后来收到一本看不懂的唯识讲义，讲义虽然尽管看不懂，但无论如何不愿灰心丢掉它，同时更加上不服气的心理，以为别人能写能教，我连看也看不懂，这是多么可耻的一回事。因为不服气，所以只要他人到哪里就把讲义带到哪里，在内心总不能白白的把它忘掉。后来一直带到香港，带到缅甸，带到新加坡，不论是在船上车上，差不多每日或隔几天必须看看讲义。结果在新加坡的时候，终于完全了解了唯识学，就从此下了根基。慈航大师有了这种学而不愿的精神，也有不成功的道理。民国36年，太虚大师圆寂于上海。太虚大师圆寂不久，慈航大师深感中国的佛教突然失去领袖，后继无人，不免兴起前途暗淡之感。虽然身在新加坡而心系祖国，他在关中看出一种小型的中国佛教革命的呼声，呼吁生青年起来革命，以中国佛教各大寺院的财力兴办佛教各种事业，以备佛教能够适应新时代的思潮而生存。刊物大多被各大寺院及佛学院的当局者没收了，并没有分发生青年去阅读，没有发挥作用。民国37年春天，自律法师和幻身法师
决定联名写信给慈航大师，说明他们对慈老的尊敬敬仰之心。他们的目的是要告诉慈航大师，因为刚由苏北战区中逃难出来的青年流亡学生出家的小庙被摧毁了，离开了家乡与师长，举目无亲，然空如洗，希望慈航大师能寄些佛教的书刊，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订阅。信是自立法师执笔，信寄出一两个月后没有收到回信，以为慈航大师不会理睬，更不会寄赠书刊。直到夏天收到了一张通知，只有自立法身的挂号信到院长室领取。他们拆开那封厚叠的信，里面有回信和签名照片，以及银行汇票与林达坚居士的信。慈航大师在信里面告诉他们，现在已经不在弘福寺了，信是由弘福寺转去的，因此迟迟才回复，同时勉励他们好好的在佛学院努力用功求法，将来为佛教服务，并寄两张照片给慈航大师，让他知道这两位啊年轻的僧人啊。后来接到慈航大师的回信不久，又收到了慈航大师寄来的大包的书刊，其中有他自己的各种著作，也有别人的著作。慈航大师那种洋溢着无比慈悲热情，任何人都会被感动的。慈航大师固然是个精进勇猛的说法健将，听过他说法的人一致称许，而他还有一个为四众所共识的特色，就是从不贪着世间的金钱，对其做来是非常自然，不是装模作样的故意如此，所以在他身上从来不存一文钱，或是突然有了几个钱，只要有人向他开口，毫无吝啬的立刻给他，所以总是左手来右手出，或是右手进左手出，必定平等的给予所需要的人，绝不分别有关系或无关系。当他应聘从新加坡马来西亚到台湾宝岛时，新马的信徒供养他不少的诚意啊，就是供养金。可是到厦门南普陀寺停留的时候，除了分赠在闽南求法的青年学生，其余都作为色灾公众，从未想到要留几个钱作为必须。有一次坐船到台湾的高雄，要乘火车北上，有一位弘中法师临时有事上街，只剩慈航大师一个人独在车站，突然想上厕所，可是上厕所的卫生纸要用钱买，老人家身无分文，手册的人只允许可以上厕所，却不给卫生纸，怎么办呢？慧信法师就着急地问哈，慈航大师，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老人就笑笑回答，我用水洗，因为没有卫生纸，用水洗，可见老人的秉性旷达。世间的一切真爱都不沾啊，在我们慈航大师身上，他是佛家的慈悲喜舍，清晰的刻画在他的身上，就是不贪着世间的金钱。慈航菩萨有一次要去中立，慧信法师因为有事不能随侍在旁，只好雇人力车给他搭乘，将回程的车资放入老人家手提的篮子里，告诉慈航大师说，师父，回程的车资在篮子里了，要回程的时候请车夫自己拿。然后慈航大师就回答，好了好了，便上车去了。回来的时候车到门口，
慈航大师叫车夫自己拿，车夫要找钱时，慈航大师说：“通通拿去，通通拿去，不必找了。”然后便提然进屋，留下在门口发呆的车夫。老人的脑海里根本没有“钱”这个字。慈航大师不积蓄金钱，不存格数之钱财。有一次从台北演讲回到进修院，步入到课堂时，大声地叫学生出来，说道：“你们各拿一包去，里面钱多少我不管，随你们个人的福气就是。”因为他去演讲嘛，就很多人供养，只是供养金有多少他不知道。他说要学生自己各自去拿，然后随自己个人的福气。后来篮子里的红包全都倒在桌上，大家都拿了，剩余的就带上了，就回去了弥勒内院呢，就给同学买纸笔。若有南洋的弟子供养大笔的钱，他就会全部委托香港的优谈法师请购经书，然后寄回来分给学生。当时凡是新出版的佛学书籍都有，多余的就送给喜爱研究的居士们。由此可知，慈航大师一生不贪着世间，尤其对金钱是不屑一顾。慈航大师所以受到海内外绝大多数的信众的钦佩尊敬，主要是他对于金钱看得很淡。不论任何一位学佛同仁，如果谈到慈老，慈悲的老人啊，叫慈老哈，所以他慈航大师嘛，所以大家都尊称他慈老，必然都要赞叹慈老不要钱的美德。慈老不要钱，差不多以为每个佛子所知道慈老的德学，不管哪方面，我们都可以慢慢的去学，而且可能学到他老人家那样，唯有慈老不要钱的优点哈，实在不是人人都能学的。但是慈老真的不要钱吗？老实的告诉大家，慈老还是要钱的。不过慈老要来的钱没有把它储藏起来，或是随便乱花掉，钱到了慈老的手，不是随喜功德，就是请经书与人结缘。有一次老人大发议论的说啊，人家都说我慈航不要钱，其实我哪里不要钱呢？老实说，我要起钱来比什么人都会要，而且要的比什么都要多。我的钱要来做什么呢？左手进右手出，结果我还是两手空空，一文没得。老人说到这里，忽然就反问说，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啊，有人就回应，对极了，老人所表现的的确是如此。接着又说，我本可以不要钱的，但因一般学佛者的世俗情深，你要他对某件好的事情出些功德，他不肯，纵然因你的面子出一点，但心里总是老大不高兴。可是有时候供养师父300、500、1800，却欢欢喜喜的送来。在这样的情形下，你只有满他们的愿，老老实实的收下来，假借自己的手替他们做功德，就是左手进右手出，这有什么不可？为什么硬要装模作样的故事清高？慈航大师的不要钱是这样的不要钱，不是如一般人所知的一个钱不要叫做不要钱。慈老要钱而实不要钱的作风，却是值得每个出家佛子效法。基隆的佛教讲堂落成，请慈老去开示，适逢有12位皈依者送12个红包，慈老拿一包给同学这坐车费，其余的交给自由书籍的老板，就嘱咐他卖油买米送给新落成未久的八都海会士道元老法师，而自己不取一文。如此做到布施波罗蜜的人，到未曾看见。远培法师来台接办大行法师所主办的佛教讲习会，并预计将大行法师所写好的《解生命经》
与体式在台出版，印书费虽已筹得一半，但还有一半尚未有着落。演培法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大胆地向慈公开口。慈公的意思又是敬称，就是他已经是一个长老啊，长辈，所以敬称他慈公。老人家虽然身边没有钱，却仍然很爽快地答应了。慈公说，再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到时我再把收到的寿仪全部给你。在八月初七诞辰那天，用过五斋之后，老人家便把法师喊到他的房间里了，将所有的寿仪从黄色的布袋中倒出，全部都交给了法师印书，没有留下分文。所以老人家逝疾后，到他房间去搜索啊，只得到五角钱。慈公一生不贪着世间，这样的美德着实值得我们学习效法。慈航菩萨再三的叮嘱学生要广修福慧，他说，慈航今日成为法师，无他秘诀，只有勤修福慧而造成自己。平时人家供养他的东西从来不肯独享，一定要与学生平分。有时有人从远道来拜访他，只要能力做得到，无不使人满载而归，这点真的不容易做到。他又说，我们要学做两足尊，就应修福慧，福足慧足，那就是极深是佛。慈航菩萨在马来西亚槟城弘福寺，各方的僧众前往道贺，每人参坛啊，就礼那个就是新加坡币10元。第二天去极乐寺就捐助1000元做修整费，就是所得到的这些哈、大众的供养啊，他全部都捐到了极乐寺，在他是毫不介意的，在马来西亚、新加坡6、7年就是一条袈裟，一条袈裟来，一条袈裟去，两袖清风，毫无积蓄。慈老说，我若死了，找不到我一个钱，只有几个大橱柜的佛书。是的，老人圆寂后，真是所谓身无半文，遗物中只有两大橱柜的藏经、太虚大师的全书、地贤法师全书、正文学社的丛书，以及古今诸大德们的著作而已。慈老之慈悲出自本性，毫无做作。有一位军人是老人的通信皈依弟子，专程到戏子弥勒内院来礼敬。谈话中，慈老见其面色凄凄啊，好像面也这个忧愁啊。然后这个军人就说啊，军中每个人只有一坛被哈、然后天气冷啊，夜不耐冷啊，就是棉被不够软啊。老人立即将自己的棉被由官房中推出哈、赠予这位军人。两三日后，老人面色消瘦啊。绿航法师就问啊，那慈老就说夜不成眠啊，后来就翻上他的床上，就只有袈裟盖身呢，才知道他的棉被已经送人了。在民国42年过年的时候，慧信法师到官房顶礼，同时供养。慈老就叫进修院的达兴住持将供养拿去买棉被。达兴尼师就问啊，师父您的棉被呢？慈老说送给山下的人了。原来不久前有人来官房后边的围墙向慈老要求给钱买棉被，慈老哪有钱，当时就将自己盖的棉被又再次又丢出墙外给别人了。所以呢，没有人知道。老人就陈说啊，有人需要慈航向上投者，比肯来割当即舍予，就是只要有人要他的头啊，
只要他愿意来割他的头，他也会送出去的。真实语耶，此老的一言一行，堪为人天师范。在民国40年的春季，慈老打精进佛七，24小时不休息主持佛七。来参加的有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等多人，皆是国家达人等的长官。如此的盛会，实乎灵山大会的庄严。慈老开示，句句劝导念佛往西方，要全心全意，如祖母在疼念孙儿般的专心。在临命终时，即得到三圣来迎接，立即可以往西方，如此的交代。但慈老却不然，他愿生生世世趁愿而来度人，不论是人、畜、牛马都可以啊，只要愿做那这样他所发愿的哈，尽一切众生，说得很恳切啊，他都愿意度一切众生。到中午吃饭时，立行法师恳请啊，慈航大师到西方去做他们的导师。但慈航大师置之一笑，并无回答。一直到第六天的晚上开示当中，慈老嘱咐当家法师在后山盖西方三圣堂，让律涵、慧信、真信三位僧人哦，就是笃诚念佛哈、哦、去住。后来也交代哈、哦、山上的当家做一切哈、哦、交代。那慈航大师就说了，律涵要我到西方，我现在立即往西方。说完话了，他就四级颜色渐脱而去啊。那时就严明法师以及同学们啊，惶恐无措的跪下去。那慈航大师的颜色又渐渐恢复了，他就说了：“西方三圣已现前来接应，不料你们这些人又拖拖拉拉的把我拖回来。这种情景让人更深一层的了解，慈航菩萨来去自如。”真是菩萨的境界，也即表现慈航大师所作所为皆是真实不虚。第二天有好多同学与律行哈、哦、计较啊，说啊，恩师立即往西方的话，我们以何为主，依谁而学啊？因为如果那时候当下慈航大师往生了，很多同学就没有依靠了，也没有可以师长可以教导，因为同学们安住在戏子弥勒内院，早晚聚首研读啊，不到一年，所学并不深刻，尚未成就之故，还要仰赖慈航菩萨的教导。有一天，有一位莫佩贤与莫立贤哈、啊、两位居士拿着《摄大乘论》啊。上身补习，在开讲时，从台北来了两位中年太太，其中一位是慈航大师的亲妹妹。那莫佩贤就好奇地问道：“师公还有妹妹？”那慈老就笑道：“难道你有妹妹，我就没有吗？”这一反问，啊，引起大家啊都笑了。原想呢，慈老呢今天一定很高兴，恐怕不能上课。可是出乎意料，15分钟后他就下逐客令。问他们要不要听经，因为要继续上课，光阴可贵，分寸不能空过。又有一次，人家写文章骂了他几句，弟子们都为他抱不平，要他与人、啊、去计较，他却哈哈的笑说啊，算了吧，半句话都不能容忍，要跟人家碰一碰，我慈航才不干那么一套。由此可见，老人的为人真是愿亲平等，事项全无。慈航菩萨一生为国为教为栽培青年而忘掉自己，所以世人的生活极简单。在没有闭关之前，老人的同学、啊、老人会就是慈航大师与学生、啊、一起、啊、一桌吃饭，在一个广当上睡，因为戏子弥勒内院只有3间的平房啊，中间是佛殿，两边是丛林式的广丹宿舍。那当家法师呢，虽然
要另辟一间给慈老住，慈老坚持不要，只说我同大家共住才感到快乐。慈老睡在单头通铺旁边，就摆一张小桌子，看经、写文章、参禅、休息，都在这块小地方。慈航菩萨牺牲好的享受，虽赤手空拳，既能成就教养这一群苦难的生青年。因为慈航菩萨一生是为国、为教、为栽培生青年而忘掉自己。慈老的服装一年四季都是穿那几件黄色的袈裟，即使有信徒供养也都送给别人，所以在原籍往生前连一件新衣服也没有，只好替老人家穿一套旧的黄色的衣服。慈老平日的饮食是非常简单，没有闭关前总是与同学、学生一起吃，有时山下的进修院会煮点菜送来，自己还没有尝过就拿来分给学生，闭关以后仍然如是。后来因为身体不如以前那样健康，达心尼师当家法师、要另外为老人家做菜，老人家坚持地说、我没有病，你们不要送菜来，我和同学们吃一样就可以了。学生有时瞒着而不送普通的食品给他，被慈老知道了马上就生气地说，我也是你们其中之一，你们能吃我就不能吃吗？岂有此理，以后不可以。慈老最关心是学生的饮食，就是在要去世的那一天的午餐也没忘记说，这碗汤是不是大家吃的，就是他要跟大家一样，不要特别的帮他料理。慈航菩萨在新竹的本院寺小住时，宾中法师与徒弟慧月法师就顺途去拜访，在将要跨进山门的时候，听到远远的送来一阵洪亮而雅逸的狮子吼音，于是跟着音声走进了一间室内、就见到了慈老坐在榻榻米上，为一群围绕左右的善信开示。慈老那副如弥勒菩萨的笑脸，两颗熠熠有神的眼睛，那时正当炎夏盛暑，慈老就躺着豆大的汗点，一面挥扇子一面讲话，舌灿妙莲花的开示。慈老忽然看见了宾老，就是宾中老法师、他就即刻站起身来，两步做一步的走向宾老，边说宾老啊，老法师来了，老法师来了。宾老还没有向他顶礼问候，他一来就跪下去一个头，向宾老、就连忙也给他回一个礼。那宾老就怕扰动他，于是说了几句表示拜访的诚意以后，就准备要起身告辞。他坚决不肯地说我们难得见面啊，再谈一会儿，再谈一会儿，因为多谈会耽误他开示的宝贵时间，所以不敢接受他的好意。当宾老要走的时候，他非常诚意的就是送宾中老法师到门口山门口，走了好远呢，他还站在那里不断地挥手惜别。那宾中老师说不送不送，可是呢慈航大师还是以热情的接待待人足够使人感激不忘。宾中法师在拜访慈老的时候，慈老就含着泪水对带着悲伤的声调说请您就是宾老就是宾中老法师慈悲替我分担十个学生的食宿怎样？他们在台湾人生地疏举目无亲要叫他们到哪里去安身呢？实在太可怜了，请您老慈悲慈悲宾老就连忙的答道：这是我们该做的分内事，对于饮食的方面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住的问题比较大些，因为我素来不愿意建大寺院新丛林，现在我们的法源寺地方太小，除了原有的住众十多人以外，实在无法在
容纳那么多人，那么我可以先给你哈、啊、分担三四个人去，事后再做道理哈、啊，极力的向各方呼吁帮忙，就是慈航大师跟宾中老法师说啊，我有十位学生是来自大陆啊，没地方安身啊，立命啊，你可以帮他们吗？找到适合的地方安住。那宾中老法师也很慈悲的就回应了说，好的，我们就先啊分担个三四个人，那以后再向各方呼吁帮忙。宾老的话还没说完，慈老就立即站起身来了，向宾老磕头称谢。这两位老法师关怀生青年，爱护生青年，真是无微不至。求知当代佛教中啊，诚恐再找不到像这个慈航啊大师啊，他护念深重啊，啊这个非常的殷切啊。于是呢，他老人家就将啊悟人了中本运啊，三位同学就交给宾中老法师带回去法源寺安顿了。后来这些年轻生都以后都成为我们当代的高僧了。隔了数天以后，慈老就介绍一位生青年叫元成法师，也到了法源寺住，并给他带来一封介绍信。知有学生元成师久仰宾中老法师道高望重，急欲亲近坐下受教，请您老慈悲摄受，他品学都好，如有越轨，慈航担保。以后慈老知道宾中老法师曾为学生奔走各方，也来信称谢。宾老啊，您老太慈悲了，不但替他们学生安顿食宿，还这么麻烦的替他们驮办了许多最困难的问题，真够使人五体投地，钦佩不已。慈航菩萨不广究衣食，有什么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好衣服固然高兴的穿或转送他人，烂衣服穿了破了一个大窟窿也一样高兴的穿。在饮食方面，慈老不选择食物，不但能吃已经坏的菜，甚至人家吃剩的食物放在台面上的菜渣，他都可以一把抓入、啊、嘴里面食用。有一次慈老见到一只已经食物剩的空碟啊，里面还有一点的油啊，就是他就用倒下一杯开水，好用他的指头刮了几刮啊，连油带水就吞下肚去了。习物习食也即是习福，慈老这样一个年高望重悲智病运的尊修，在衣食住方面舒适一点其实也不怎么过分，但是老人家从早到晚都在写作讲课，可是慈老住的官房没有地板也没有天花板，只是一间平常又平常的瓦房。一到冬天雨季来的时候，里面又潮又冷，令人看到真有不堪其忧啊。然而老人却能够安住哈、啊，吃的是大众饭菜，进修院虽然也经常送些较好的菜面来孝敬老人，但是慈老总是不肯独自下咽。他夹了两次以后就喊道啊，来个人把菜拿去给大家吃吧，我已吃好了。有信徒来山上看老人，拿些饼干糖果罐头之类的食物从不自己收藏起来，都是随来随去的给大家分而一起、啊、食用。有一次真华法师经过官房的窗下，老人在窗内招手说，真华法师你给我到厨房拿点盐来，他随手就递了一只小瓶子，原来老人是用盐来刷牙齿。有一次是旧历年的前几天，几位同学去替老人打扫官房，忽然看到洗脚间的角落放着一团捆东西用的又短又细的小绳子，上面绕满了蜘蛛网。真华法师拿起想要往墙外丢的时候，被慈老看见了，老人家就急忙制止说，
不要丢，不要丢，这些都有用。于是随着这个慈老的吩咐，又将绳子放回原处，才去打扫官房。官房内除了佛像、金橱、金桌、禅凳、拜殿、床铺，其他呢都没有，四壁空空，一无所有。在打扫床下的时候，又看见老人的一双破烂不堪的拖鞋，真话法师就拿着问了，老师，这还要不要啊？然后老师回答，怎样不要啊，补补还可以穿啊。老人说着就接过手了，就放在他的座位旁边，生怕一不留神啊，又会被哪一个童鞋给他丢出到墙外三间里去了。老人家就是这种惜福的德性，实在值得我们后辈效法。在民国38年的5月，慈老应师山办学之请啊，就和那个律行法师去，那就叮嘱这个真源法师随行啊，同行。那时候是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呐、啊。他们在山下饮了大量的冰水后，开始上山。那一天呢，就开始日夜的演讲啊，讲课。恰好是法会期间，听众超过1000人以上，在狭隘的这个大殿哈、啊，无立足地。那因为是夏天啊，而且不断的讲说法哈、啊，影响慈老的这个健康哦、啊，他的身体就微恙了，就一天呢就泻十几次，大家就为慈老的健康开始担忧。几天后，请医生来诊视他的身体状况，才断定是血压过高，有中风危险，所以必须进居治疗。那老人不休息，他喜欢说法，诲人不倦的精神，天天呢即使生病了，也为新生讲佛学常识，为事白法，乃至教唱歌。有空闲的时候就到藏经楼去阅藏。有一天，真源法师就捧茶到楼上请老人喝，老人呢就怜悯他，放弃读书的时间到他那边当翻译，他就想怕耽误他的学业，就说啊，当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你呢拿英明和唯识的书本来吧，我讲给你听，虽然少，也不可以说没有帮助。从此每天真源法师就做老人的一位学生，老人呢就是真言法师独一的老师，只要有人听，即使只有一个人，慈航大师也欢喜哈，敬法布施的教导。慈公的教学方式是注重多闻熏习，不必考试。他老人家讲一段，学生复讲一段，讲一段一段的轮流复讲下去。因为慈公辩才无外，无论如何深妙的道理都能够深入浅出，善巧的讲说出来，令人容易领会，尤其为在家居士的听经方便。他有两次每日就下午2点下山到进修院讲楞严经和华华经，当时有修观、慈观、广文这三位法师轮流就当台语翻译。进修院听经说法时，台北有很多居士会前来求法，有些呢就常住在进修院听老人讲经。慈航大师就发挥佛经的深意，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深入浅出，句句扣人心弦。讲到兴奋的时候，真是是有讲有演，感人至深，令人悲喜交加。有讲有演就是是很生动的，不是很单一，所以这是慈航大师教学的，就是注重在多闻熏习。有一次，有一位周宣德老居士发起要请老人讲说《楞严经》中的观音菩萨所修耳根圆通法门。慈老对于《楞严经》中耳根圆通的梵文文字性、入流亡所以及一根即梵圆、六根成解脱的经文深意，以2小时的时间发挥得淋漓尽致，
如数家珍，使听众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深获法益。当时参加听经的老居士们以及慈航大师的大弟子绿航老法师、弥勒内院的永久导师道安长老等，总之他那诲人不倦、有教无劣的忠教情操，永远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慈航大师是赤手空拳到台湾独树法床，做狮子吼。慈航大师的授课方式啊，也是与众不同的。一上台讲台，他会先唱一首歌，同学们跟着唱。他有一首歌啊，就是《深青年，深青年》，我们要把新佛教的责任挑上肩，过去的腐败不要去埋怨，未来的建设不要再留连，我们打算怎样去开一条新路线，延迟自己的律仪，培养利人的德行，征求应用的知识，实行到民间宣传，深青年，深青年，这就可以做我们的归建，快快向前，努力，努力，快快向前。唱歌之后就是读课文，他会教唯识的三字经啊，人之初，性无忌，非善恶，名常事，或是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比依四所变，此能变为山，就是三十唯识颂，或是性净限量通三性，眼耳身三二地居，八世规矩颂，他课文会读一遍，然后才开讲。还有在上唯识三字经，到至唐以后禅为上，设直指清法相，台四教，判通变。老人对于天台中判唯识为通别教不以为然，当时讲生姜辣不辣来评台教，而老人的说法，慧信法师亦不以为然，在日记中有所表现，但又表示悔意。那慈航大师就批示啊，不要做弱者，就要有话可说，不怕皇帝老子也是要说，但是不要怕人反驳，越驳越要说，真理只有一个，又要说又要怕，不是好汉，绝不能做大事。两个半月的时间，慈老就讲完了相中十讲。慈老呢 也尝试用各种方式和同学们用那个对联就是上联下联的对联。譬如说他用上联同读书同写字，堪称同学，要同学们就对下联。那慧信法师就说了，共参禅，共念佛，可谓共修，三句话不离本行，但与读书亦不甚相称啊。就是有一位那个我们的清达尼师，他那时候当班长，他也对了一句说，其成名，其登榜，可谓其贤。这是他们那时候上课用一个上下对联。那慈航大师的词声就是他的音声是雄壮而嘹亮。有一次他在唱《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为了要表示更上一层楼，他一脚就踏上了法座，踩到了袈裟的脚，然后呢就那个衣的声音就裂了，就衣破了他也不在乎更上一层楼就好他边讲边唱，又演又做，令人又喜又敬，印象深刻。那慈航大师教音名为识，除讲义外呢，还有编问答题音名问答、白法问答、时钟问答，学生可以两人为一组，一人问一人答，轮流学习，不但能知其意，也可以磨练口才，真是一举数得，
善巧之志。每周要练习演讲一次，或做演讲比赛。有一次，来自新竹啊，竹东的客人啊，就请慈老开示。慈老上台就开示后，就叫慧信讲。上讲台问讯时，慈老说：“人生究竟是苦是乐？如果是苦，从何出离？”这就是慈老教学生演讲的妙方。慈老讲课的方式活泼。有一次讲课讲到起劲时，还会把鞋子脱起来顶在头上。这样的上课方式是为了不给大家太严肃的感觉，也可让学生看到佛法轻松的一面。旁人看到慈公总觉得他疯疯癫癫的，可是诚如慈公自己说啊，一个做菩萨的人，如果没有天真和傻里傻气的话，是不能成为菩萨。因此即使遭到了所谓的生难，被关在拘留所，慈老依旧吃饭的时候吃饭，睡觉的时候睡觉，利用手上的一把芭蕉扇，就这样敲敲打打做起了早晚课。那些原本烦恼不堪的受难者跟着慈老一起做早晚课，情绪就平静下来了，安心等待雨过天晴的时刻。好，休息15分钟。
佛教在人间，三界火灾保平安。人间有佛教，众生消灾脱苦难。人间佛教，佛教人间，广结众生，道玄指令把身翻。佛教在人间，众生得出生死观。人间有佛教，大家破迷习嗔贪。人间佛教，佛教人间，愿亲相爱和平世界稳如山。佛教在人间，好比甘露润大旱。人间有佛教，遍地般若花儿香。人间佛教，佛教人间，普庆一切众生同登极乐邦。慈航菩萨一生弘法，旨在推行人间佛教。刚刚所说的这个是由慈航大师啊，他自己作词，然后日常啊他所唱诵的。慈航大师教学通俗化，世间上的人想要亲近佛法，见到艰深文字的佛书，就畏难而退。慈航菩萨有鉴于此，作述祖宗用白话，并常说佛教的教义要普遍到民间，必须大众化的文字，能令小学生读给80岁的老婆婆听懂才行。所以慈老的著作浅而易解，通畅明白。慈航大师开示10个要学佛的理由。一个人如果不学佛，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离开了父母，没有依靠一样。一个人的痛苦有两方面可以安慰，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佛经上说，成罗汉、成菩萨、成佛，乃至生极乐世界。出世超人的希望是永远的快乐，所以精神上的安慰比起物质来，实在是差别悬隔。我们做一个人，善恶实在是没有一定的。做善做恶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东西在里面主动呢？研究起来就要谈到心，研究心理学最彻底的莫过于佛学。这也是要学佛的一个理由。慈航大师常常这样想，人和畜生究竟在什么地方不同？人有教育，畜生没有教育。教育虽然不是完全归于佛教，但最良善的教育莫过于佛教，因为佛教的悟见宗旨就是教化人民修善断恶，改邪归正。从凡夫到佛果，离开了善法，怎样可以成功呢？所以学佛第一就是改变人们的行为。慈航大师常常这样想，做一个人从生到死忙忙碌碌，究竟忙的是什么？为民吗？民又带不去，为利吗？利也带不去。儿孙满堂，大富大贵，到那时又有什么用呢？其实是两手空空，平日所宝贵的身体也要归到黄土里面去了。慈航大师以为，无论贵为天子或富比王侯，如果庸碌一生，做人也就没有什么兴趣了。唯有学佛修一切善法，断一切恶法，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能够这样去做人，那才算是有兴趣，人生也才有意义。想到人的智慧真是渺小得很，不但像我们这样愚蠢的人固然谈不上，就是多是几个字能做几篇文章，乃至能够自家理国，也不过是世间有漏的聪明。不但不能救济人群脱离苦海，连自己都还没有超出三界的生死。十方诸佛不但是自己早已超脱，而且还能够救拔一切众生，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去学佛呢？我们平常一般人能够著作两部书，以为学问是怎样了不起，听说到外国去留学要能出版2部到1部
一步到两步，就是说至少要出书才可以得到博士学位，是看佛陀空口讲白话，用不着先预备文稿，随问随答。在我们中国的大藏经里面已有几千卷，包括印度的梵文有许多还没有翻译过来，何况天上龙宫的经典更是无量无数，佛有这么大量的智慧，我们为什么不学呢？我们平常的人相貌稍好一点就以为怎样的美丽，其实不知道佛的应化身已有32相80种好，何况佛的圆满报身84000相好，无量无边的光明更是不可思议了。功德相好完全是在因地上行菩萨道时修来的，所以我们想要同佛陀一样的福德巍巍，那就要学诸佛那样的发心。普通一般人的理想生儿子长大后做官发财，但如果一个女人生了一个儿子成了佛，你看这个人有多大的福气，为佛母佛父，不但是报答父母的大恩，就是罪恶方面也就不会增加父母的重担。今生的父母固然得到好处，就是多生多结的父母也就沾光不少。我们因为要报答父母的亲恩，所以应当学佛。佛的功德是无量无边，我们放眼眼睛看，耳朵听，除了佛以外还有什么人比得上佛的智慧？佛的慈悲、佛的功德、佛的神通、相好、三昧、辩才，要同佛陀一样，那我们就决定要学佛。为什么要学佛？何谓学佛？能学者人所学者佛，要知道佛是什么，做佛又有什么好处。学佛分作三个层面来讲，为何要学佛？学佛有何好处？用何种方法可以成佛？在未成佛以前，要教化众生。欲教化众生故，要摄受众生；欲摄受众生故，要有福德。若没有福德，只可教化一两人，但不能教化多数人。我们的福德最少，罗汉稍大，菩萨更大。为佛之福德智慧，乃能圆满。佛非你子所造，乃福智所成。何谓福德？德是从二人来，若无对方之人，德从何显？故福是果，德是因，人人皆想得福。但福哪里是一想就来的呢？普通所谓福至天生，实则是福由心造，福德乃由摄受众生而来。若摄受众生，则当先行布施，众生无衣送衣，无食送食，要使对方之人皆大欢喜。但须以真实心，乃能感化人也。众生学佛是为了要离苦得乐，离苦得乐就是人人学佛的目的。世间人以苦为乐，不知有生老病死等苦，要知一切苦皆从生来，苦得无生，诸苦解脱。但学佛之人若只离世间之苦，得出世间之乐，这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五戒十善是做人的根本，我们要学佛就是学佛的智慧，学佛伟大的人格，但常会有种种的逆缘障碍阻止我们。逆缘有8种，也可以说是8难：1人生难得，2中国难生，3六根难具，4佛法难闻，5名师难遇，6道场难逢，7良友难及，8信心难生。由此8种难，如是使我们8种难、就是难得的难、是8种难，如是使我们长流轮回，无有出期。如何做一个完全的人？如果要保持来生不失人生的话，就要学持戒。
如果做了人又要丰衣足食，就要学布施；如果做人要相貌庄严，就要学忍辱；如果做人要精神康健的话，就要学精进；如果做人要身心安定，就要学禅定；如果做人要聪明智慧，就要学般若。我们要做人，要成佛，不能离开六种波罗蜜：罗汉脱空波、大象毗婴罗，说明了做人布施和持戒并重，福德与智慧双修的重要性。真正要做成一个完全的人，就非成佛不可，其余的人都不能算是做到完全。然而人成即佛成，我们先从做人开始。慈老对同学慈悲爱护，对同学还有潜移默化的力量，从未深涉距离的苛责过同学。假定有人不如法，他只是聚集大家在一起，举几个古今大德的家言义行向大家开示，或是以智者的口吻使大家明了他对大家的厚望，绝不正面的呵斥给人难堪。慈航大师啊，他也开示了八条的戒律啊，希望啊大众啊去延迟啊，不杀生，不但不杀人，就是猪羊牛马都不要杀，凡有生命者皆不可杀，就是微小如冬虫夏蚊不可杀。还有不盗戒啊，不但不偷人家的财物，凡物是不是给我的，虽毫毛亦不行乱取。若不与而取之，是谓之道。古人礼下不整冠，瓜田不纳履，就是避嫌疑的戒法。就是他对于这个斋戒哈，就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还有过午不食戒。不持戒的人，哦，就是过午不食戒，不持戒的人是可以吃晚饭，但佛并非叫我等不吃饭。佛说我等上午饱食，晚上不吃，不致饿死，而午饭不可不吃。就是说学佛的人戒贪，富有者不但吃三餐乃至数餐，以口腹为累。学佛的人应有大悲心，拔众之苦，须知苦莫过于恶鬼，他们腹大喉小，喉如针孔，腹如大海，只等恶鬼在身由千滩所堕啊！若一钱不语，一毛不拔，就成恶鬼的果报。所以在放蒙山狮子时，要念咒加持，否则水会变为化为龙血。所以要有大慈大悲的心，才可以成佛。这个是慈航大师哈对大众开示啊。佛教教人做好人，就是以五戒十善为基本。若人人能持五戒行十善，结果自然就会实现人间净土。特别也对于净土的开示，什么叫做净土？就是清净庄严的圣庙国土。净土并不是自然而成，也不是神所造，是由于人为的。心净则国土净，人人皆有创造净土的本能，求修净业。在佛教里最主要就是严持五戒，就是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五戒与儒家所说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一样，是做人必守的基本条件。唯有因果才是人们穷通得失、富贵贫贱的尺度，唯有因果才能确除人们不正的思想，唯有因果才能规范人们的善恶行为。世间有一人能信因果，就有一人能够行善，也就是国家少一个坏人，多一个好人。若一个家庭的人都能深信因果，一家人就能上慈下孝，
一国乃至全世界每个人都能信仰因果，不昧因果，人类心理自然就会改变过来，而向善的方面去努力而行，世界和平，人类安宁，人间净土就在当下。有一次有一位学生啊，就提水要送饭给老人啊，他就从窗子向官房看啊，他们每次都会去关照一下啊，这个慈航大师在官房里在闭关，可是没有一次慈老不是在那里眼不离书啊，手不停笔的埋头苦干。慈老一生不忘复兴佛教的工作，直至入灭的前几个小时仍不舍工作，就是整理未完成的藏经目录。佛说的法就是三藏十二部经典，我们要看他的经典，依他的经典所说的法去实行，才可以走上成佛的道路。所以学佛的人应抱慈悲救世之心，广行菩萨之道，普度众生，自度度人，以解脱为究竟才是。劝人为善是生徒之职责。慈航大师对大众开示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如何是善，如何是恶？他提出劝善改恶，需要明白劝善改恶是生徒唯一的职业，就是分两大段，劝善改恶，再来就是生徒唯一的职业，就是明白劝善改恶。讲到劝善，就是对于善字的道理不了解，怎样去行呢？恶字的意义不明白，怎样去改呢？所以讲到劝善改恶，就必须先明善恶两字。从善的方面说，自利就是顾自己不顾他人，利他完全为他人设想，不顾及自己利害。自利利他都兼顾，就是布施得福；自他俱不利，就是诬告人等啊，害人又害己啊。那如何做人？我们学佛的人不仅要拜佛像、念佛啊，要知道佛的真意，并不是木雕泥塑的偶像就能表全出来。佛者就是有大智慧、有大觉悟的人。就像孔子、老子也是大圣人一样，但是佛并不是生下来就是一位大圣人，在未觉悟以前也是和我们一样的，觉悟以后就不同我们这般痴迷了。所以我们要学佛，就是学佛的智慧，学佛伟大的人格。从改造人心啊，才能谋求世界的和平。世界为什么会这样的纷乱？人类为什么会这样的不安？追究它的根底，必有它的病源。木本有根，水本有源，是必然之道理啊。根不固而求木的繁茂，源不求不远而求水的流长，绝对是无有是处。世界纷乱，人类不安，源于人心之万恶。如不根绝人类罪恶的心理，建立人类良善的心理，要得世界和平，人类安宁，那真的是如缘木而求雨了。国之好坏不在客观气间世间的好坏，而在主观的人心的好坏。所谓心是功之魁，罪之首，如一把刀，用得当即有功，用不当即有罪。又如手能救人也能害人，然而手的举动、刀的运用也是由于心所指挥的。假使心不乐，欲令手指刀去做好事或坏事，则行动尚不可能，何况其他。所以心才是万物的主宰，世间法是由心所主宰的，却出世间法也是心所创造的。所以在经典里云啊，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是与欲救国家和世界，必先挽救人心。怎样去挽救呢？慈航大师就开始用教育、文化和知识。可不可以挽救人心呢？站在佛教的立场看，这是不可能的事。
现代世界的各国，哪个国家的教育不普遍，文化不发达，可是人心仍然这样的坏，所以这些不能挽救人心，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由于每个人的用心不同，所以每个人的思想也就有别了。现代人虽受了新的教育，但因大多数的人们思想是错误的，所以不能造福人类有益世界。人类思想有些什么错误呢？它有分哦，偶然的，就是偶然论者认为世间事业的成败得失啊，人生的生离死别、荣华富贵、贫穷困苦，一切的一切都是偶然的，没有人为的努力在其中，一切既是偶然，于是善恶就没有标准。而为非作歹者就不顾一切去做盗劫、抢掠等丧心害理的勾当。热心行善和为人群谋福利的慈善家们，又何必如是的牺牲自身的一切去为善呢？所谓作恶何为，作善何为？佛教为对治这种丧心病狂者的心理，用一切皆是因果缘起的真理去推翻他们偶然如是的谬论。因为唯有因果才是人们穷通得失、富贵贫贱的尺度，唯有因果才能除却人们不正的思想，唯有因果才能规范人们的善恶行为。世间有一人能信因果，就有一人能够行善，国家就少一个坏人，多一个善人。若一个家庭乃至一国甚至全世界每个人都能信仰因果，不昧因果，人类心理自然就会改变未来，而向善的方面去努力，将世界何愁不和平，人类何愁不安宁呢？友情无始以来，不论做什么都从自我的立场而出发，特别是我们人类，一般人的心理总是如此。你说你大，我比你大，你说你强，我比你还强，谁也不愿受谁统治，谁也不愿服从于谁，于是世间的战争风起，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世界各国历代战争没有一次不是以自我为导火线而发生的。我是什么呢？把我来做分析，我字左旁从手，右旁从歌，合而成为我，就是这个我字哈，因为就有那个有我就有战争啊，有了自私自利为我的心，就彼此就会争斗。如要世间不发生战争，必须从破除自我下手，即否定自我的存在。所以世尊以无我的利剑斩断众生的我剑，我是一个代名词，它的定义有四个哈，就是一长片主宰。佛法处处说无我，因为无论从理论上或事实上看，都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我存在。假使说有我，就必须合乎常一普遍主宰的事意，不具此事意，我之所以为我，就不得成立。人类生存的衣食住行，没有一样不依赖社会的广大群众，离开了社会的广大群众，去过万事不求人的孤单生活，在事实上绝对不可能。俗语说人如水，我如鱼，鱼离开了水就不能生存，我离开了人同样不能生存。世界上的人如能个个都这样想，世界大同，天下太平，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各种学佛者的问题啊，慈航大师开示，有种人是学佛只念佛不肯看佛经，还有一种人是只看佛经不肯念佛，都是不正确的信佛。如果只是看经不肯念佛的人，他的心里必定以为这种动作乃是相愚的行为，不肯去学，可是念佛不肯看经的人，他的心里又以为这完全是说食俗饱，
不肯去做，以为我一心念佛便可成佛了，何必枉费精神来看经书呢？其实两者都犯了错谬的毛病。还有一种人是虽然信佛，但自高我慢，以其知识学问在深重之上，就大摆其大居士的架子，也是错谬的见地。信佛的人要不要深重呢？假如不要深重的话，谁来传佛法呢？而佛只是个偶像，不会说法，法只是一堆固执，是需要出家人负起宣传佛法的责任。所以深重就是佛教的代表人，而学佛的人应当敬重身宝，尊重身宝就是敬重佛法。出家人研究经典，一方面自己修正，一方面教化人群，务必使全国人民皆有学佛的信愿，个个止恶行善，则人人得到安乐，国家才可以太平。要国家好，须先要人民好；要人民好，须先要教育好；要教育好，需要教师好。生徒实在是世间最好的教师啊！因生徒不会教人做坏事，只是教人为善，不会教人为恶。佛教并非要人人去出家，却误会啊！因为佛教里面有两种人，一者是出家众，二者是在家众。只是在家众能专心研究佛学的很少，所以佛教多半靠深重负起宣传之责，而佛教与深重变成了分不开的母子关系。世间各行各业皆可以学佛，且应当学佛，因此佛教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人为什么要学佛？离苦得乐，离苦得乐就是人人学佛的目的。世人认为没有衣食住是苦，那么平常穿布衣的，有一天他有绫罗绸缎，难道就是快乐吗？平常吃粗劣的饮食，有一天能够吃山珍海味，也是快乐吗？要知道，快乐不是真快乐，所谓真正的离苦得乐不是这样。若说解决了衣食住问题便是离苦得乐，那么何必要学佛？难道我们为吃饭来做人吗？牛马也为吃草来做牛马吗？如此则人与禽兽又有何异？一切众生并非为衣食住而来，但做了人就不得不要衣食住。所谓离苦者，即离世间苦，因为世间没有快乐可言，住洋楼吃山珍海味的人也是苦，乃至天人也是苦，故离者即脱离天上人间之苦也。所谓得乐者，非指世间之乐，世间的乐财色名食睡五种乐，其实是地狱之媒介，世人往往以此为乐，而佛说是苦。欲出世间，必须追求出世的无上妙道。世间无常，凡属有生必当有灭，千流变异。在经典中说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有一种人啊，欲出世间以八正道断苦灭疾求阿罗汉果位的；也有一种人更进一步了达十二因缘求成必知佛的；还有一种人是修发愿修六度万恨求无上智慧自利利他行菩萨道的。这些人了知烦恼菩提涅槃生死等如空花，成如钦佩。然而奉劝各位，修行需求智力，不可以仰赖别人，方为适合离苦的原则。但若众生只知道离自己的苦，自己得乐，置其他众生于不顾，唯求自了，心存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往上霜的观念，这种自了的行为常被佛陀赐为骄牙败种、自私自利的人。学佛者需抱慈悲救世之心，行菩萨道，普度众生。所谓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如是修行，将来决定可以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果位。佛教是正信积极而生利的，出家人的工作就是文化及教育的工作，
例如兴办教育及慈善事业等，就是出家人从事文化工作的事实表现。明白这个道理和了解真实的情况，就知道佛教是与国家有关系的，不但不是消极，而且是积极的。佛教的教育有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如听经的人有男女、有父母、有教员以及社会人士。听经后就回到家中、学校等其他场所讲给儿女、学生或其他的人士听，这岂不是各种教育都齐备了吗？何况佛教本身就兴办许多学校。想改变自己、感化自己，要自己有向上的心。如何去转凡成圣？凡夫与圣人有什么分别？如何比较呢？我们先当知道，从凡夫至圣人所需断除的是什么？从凡至圣啊，就是有分别我执、身见、断常的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具身我执、贪嗔痴慢疑五种烦恼，还有分别法执、尘沙烦恼惑，为菩萨乃能知能断；具身法执、最为细无明，为金刚道乃能断，断即成佛。所以我们必须要闻法。为什么要闻法？不闻法可以吗？如果闻法没有利益，当然可以不闻法，同时不闻法没有害处，也就可以不闻法。我们只要做善事就可以认为究竟吗？若是够了，也就可以不闻法；若是认为不够，那就不独是要闻法，而且要进一步的研究无漏法。无漏法不是什么离奇古怪的东西，也不是与我们的风马流不相及的东西，而是一种由前人发明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的究竟根源。我们遵而行之，能得身心自在和安乐，乃至成佛，所以叫做圣人法。人命无常，出席不保入席，一口气下来，前路黑茫茫，危险殊胜。释迦牟尼佛导师为此动机而说法，所以慈航大师勉励开示大众：我们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要学佛说法。究竟说什么法？就是真实的大乘法。本体清净，没有什么东西可说。山是山，水是水。十方诸佛成道不成真，十方众生轮回生死不曾减。所以可以从过去、未来、现在观看刹那刹那，哪一个时间是我？仔细的想想啊，思察，知道过去、未来时间无我，但是离开过去、未来，刹那不停，找不出那一刹那是现在，所以在时间上也无有我，自知如此，别人当然也如此，则一切法妄想即空，智能对治烦恼。这个方便就是下手的功夫。真实修菩萨行的人，以空观空，一切烦恼即空，则皆如幻，便从起大方便以如幻观，发四弘四愿，渐渐断去一切不明事理的根本愚痴，悟透世间究竟的本来面目。我们只要依着发心、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每日重朝至暮，只要自问自心，不需问旁人，我们造成成佛的因，决定不会收众生的果。
怎样才可以解脱烦恼？在了解烦恼之前，先了解所缘的境界和能缘的心。所缘的境界是有无量无边，但是把它重刮起来，就是色声香味触法。以上色声香味触法，在佛教就是叫六尘。尘有染污和障蔽，就是六种境界染污了我们清净的心。六尘的染污障蔽了我们本有的真如心，有所缘的境界就有能缘的事心。如果没有心，那外面的境界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所以一讲到所缘的境，就要讲到能缘的心。所以我们要对治，也有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六种布施。一个人能够升起布施的心，那悭贪魔鬼也就可以降服了。持戒，如果一个人能够延迟境界，遵守法律，那不正当的行为自然就会消灭。忍辱，一个人能够忍苦耐劳，宽宏大量，那愤怒怨恨的习气慢慢的就可以克服了。精进，一个人能够修善断恶，那懈怠放逸的心念也自然会减少。禅定，一个人能够常常的修定，那种精神的错乱、精神的分昧也就会没有了。智慧，如果一个人能够广学多闻、精思博览，那愚痴无智自然会转成智慧的大光明障。以上刚刚所说的都是慈航大师的谆谆教诲的勉励。佛法就是佛法，我们知道世界上每一件事物的产生必须适应人类的需要和具足若干的因缘才会产生。为什么会产生佛教？佛教对于我们人类又有什么利益？是值得我们研究了解的。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是降生在中印度的一个皇宫，真的是过着养尊处优、富贵无比的生活。然后他为什么要独自跑到雪山去苦行呢？苦行六年，因为目睹众生的弱肉强食、互相残杀、众苦交迫，无有以食啊，因此就激起了佛陀大悲心而奋起宣导佛教，说法度生，以视同仁的平等救度，打破以往森严的阶级观念。为了要解决人类的无量诸苦，福利人天，所以产生了亘古不灭的伟大佛教。佛法是唯一无上利人济世的良方，它能够补助国家政治法律之不及，从事心理建设，以其实现人间净土，将佛教中的因果轮回的道理灌溉到全人类的八世田中去，使得大家皆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佛法是教化众生断恶修善、转迷成悟的指南针，是救己救人的妙药，绝非一般不明白佛法的人们以为佛法只能保佑众生升官发财。见王延伸，当知佛法的真理是以了解宇宙人生的究竟为归去。佛法是净化人心的良剂，人心若能纯正善良，一切的恶事就不致现行了。所以就是在大学上有说啊，要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须从正心诚意做起。佛法令人离苦得乐的法宝，我们应从三方面着手进行，就是文化、教育、慈善。我们应当携手互助合作，将佛法推行到全球每个角落去。一般人的观念以为佛教讲到因果一定联想到三世方面，因为佛教常常说前生种的什么因今生就会得到什么果，
今生种的什么因，将来一定也会结成什么果。这种前生种因，今生受果，今生种因，来生受果，前生和来生都是看不见的东西。佛教肯定来说是有，岂不是迷信吗？看不见的，不能因为我们看不见就断定说没有。例如尧舜禹汤等过去许多先哲，我们都没有看见过，为什么都赞成他们是实有呢？我们的真主高祖也都是没有看见过，难道可以说是没有吗？看得见的，例如水中的月、镜中的像、空中的华、梦中的事，都是我们眼睛看见的过的，也不能够断定说它决定是有的，要看得见的才算是有。这种逻辑啊，我们要了解哦，清楚，其实是有三世还有因果。释迦牟尼佛是一生是大医王，因为他知道众生生老病死种种重苦无法避免，只有从心理上去医治心病。有生则有身体，有身体则是重苦的大本营，所以必定要从根本的心病上医起，做釜底抽薪解决，所以开出了三藏十二部的医心病的药方。慈航大师他是以身示范，他一生不忘复兴佛教的工作，直到要入灭前的几个小时仍不舍工作，所以他要在往生前他预知时至在一次的开示中说，我今生的寿命只有60岁，没有多久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要尽量的教导你们，希望你们好好用功，不要空过宝贵的光阴。慈航大师、慈公老人真的是上身都算内院了。圆寂前他有立有遗嘱，委任道安法师为系指弥勒内院的永久导师。我们来讲一则有关慈航大师，他有一次从台北回到进修院的时候，走在进修院前的田间小路，细致有一位10多岁的小孩，因听说法师很有修行就调皮就故意将法师就推到田里去了。这个小孩也同时呢就掉进田里面。那慈悲的这个慈航大师跌倒后很快爬起来，脸上没有一丝的怒气，反而关心小朋友是否有摔伤，就从口袋拿出一个铜板安抚他。弥勒菩萨的度量难容能容，老人呢亦复如是，不管你耻笑他、谩骂他、讥讽他、暗斥他，他都一笑置之。有人说他德有余而学不足，他只笑笑；有人讥他写的文章淡敷无味，见笑于下士，他也笑笑，从不生气。据此大富大度量就是真同是弥勒菩萨，无二无别。言语利己那时候已经60岁了，没有一刻钟是空过的，始终抱着学到死、讲到死的精神为佛教、为学人，还有爱护生青年。他的学习的精神可以成为我们年轻人还有老年人的模范了。清晨5点到6点半就是诵经礼拜，7点到8点读英文，上午8点到9点诵经，9点到10点讲经，那上午还有编书，10点到12点。中午午休后2点到3点讲经，3点到4点讲经，下午4点
到五点讲经，五点到六点编书，到晚上八点到九点讲经，九点到十点编书，十点以后才礼佛静坐就寝。在官房内，他也书写《法华经》，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永无休歇。有一次已经到深夜十二点了，真华法师啊，因为他的手背在痛，不能入睡，就悄悄的就下床，在院前的这个庭院中啊走来走去。那时候已经万籁俱寂了，静得像止水一般了。可是他听到好像有人在念南无南无的佛号声啊，他就时断断续续，原来是已经六十岁的慈航大师哈，已经老人了，他正在官房里一样在礼拜观音菩萨。他老人家羞耻的心情使人惭愧不已。第二天早晨，同学们就谈到这件事，都说他老人家经常如此，在夜里只睡一觉就起来啊，不是拜佛就是看经。慈航菩萨的言行坚固的实践令人钦佩，尤其他在临终要圆寂前的一首偈，空手而来，空手而去，来来去去，永无休歇，这恰是他老人家了悟世间的说法。慈航大师在晚年他有留下了他的遗训，慈航十训：一要亲近名师，二要依附良伴，三要精研三藏，四要延迟境界，五要常念圣号，六要勤行礼拜，七要念众生苦，八要发菩提心，九要济物利身，十要志愿成佛。在慈航遗训也有刻碑的留恋啊，这也是慈航大师他自己写下来了：奉劝一切徒众，时时反省为要，每日动念行为检点功过多少，只要自觉心安，东西南北都好，如有一人未度，切莫自己逃了。法性本来空寂，因果丝毫不少，自作还是自受，谁也替你不了。空花水月道场，处处时时见好，望而广结佛缘，制度度他宜早。这是在民国四十二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立的一个碑啊。而且慈航大师因以何身得度者，则现何身而为说法，所以他那时候就自己有预知时至，就说啊，他在世间的寿命只有六十岁，勉励啊所有的徒众还有这些身青年啊，他在世间有限的时间内尽量的教导啊，希望啊大众要好好用功，不要空过宝贵的光阴。持公老人慈航菩萨真的上升弥勒内院都率天了，圆寂前他就立嘱有遗嘱。现在呢，我们慈航大师的金刚不坏身在西元1959年五月十九日清晨五点举行开缸啊，他那时是坐缸啊，后来开缸后肉身啊完整啊，肌肤柔软啊，有弹性呈半透明的棕色，鼻子、嘴唇和牙齿均很完整，五官分明，须发重新生长，眉毛也长得更长更浓，两手下垂，双腿盘坐，宛然如生，室内弥漫一股沉木之香，久久无法散去，成为台湾第一尊的肉身菩萨。慈航法师示现肉身不坏，有二十日就是每天来山上瞻仰者大约有四五十万人以上，警察局要特派警员维持秩序，公车也为之加班，各报就竞相刊载，成为国际新闻，佛教亦为之一振啊。
因为这是很振奋人心的，是肉身不坏的金刚不坏身。后来啊，肉身就装金，是用金箔贴在身上，先后既装了四层的金箔，每层使用的金箔7000张左右，每张一寸四方，四层呢、啊、共计使用了28000张左右的金箔。台湾装金的权威专家陈观禄说啊，普通的木质或泥质的佛像仅装一层金箔，然而慈航大师是肉身特别端多装了三层，四层的装金后就将永远不朽了，就是他的这个肉身是金刚不坏身啊，是可以永久保存下来。慈航大师他的身无分文，身后一切呢都是归静修院住持料理，那请信众帮助慈航大师的一切经书衣物全归静修院住持保存，学生徒众啊不能争执，这是慈航大师的遗嘱。在未回大陆以前，弥勒内院所有的学生照常安住，由静修院及护法会维持，请道安法师及立行法师为弥勒内院的永远导师指导学生一切，请白胜法师、啊、就是带他收了这个元音老法师的这个法脉有7人。那7位这个法师就是自立法师、印海法师、言辞法师、妙峰法师、常正法师、慧信法师、真信法师，为曹洞中的传法。那圆寂后不要发布这个伤这个讣文啊，不发伤不讣文不开追悼会，凡起龛或安葬也不用请法师封龛说法，种种仪式都不要。遗骸不用棺木，不用火化，用缸，家夫盘坐于后山，3年后开缸啊，如果有散坏则照样不动，要藏于这个土里面啊，如全身就装金入塔院，然后开缸以后是金刚不坏身就装金了，啊，就像供奉在细致哈的慈航堂哈、啊、供奉着。圆寂后一切的礼忏、放焰口、超荐佛事，莫做不要做，唯念大悲咒及观音圣号。后山的纪念堂如禅堂啊。四围就大窗凳可敷坐，中间风干啊，遗像供在后面，就是原来呢、啊，他那个放肉体的缸一样留着啊，就保存他的官房照样啊不动，不可搬动。派人呀、啊，照应要香灯茶水啊，在里面要念《法华经》啊、礼佛啊，所以他有一首偈：空手而来，空手而去，来来去去，永无休歇。这是在民国42年的夏天啊，12月5日的时候，清晨啊4点，慈航大师他自己的遗嘱。后来在民国43年5月8日，慈航菩萨就结家夫座双盘座了，啊，就后来就坐在缸内啊，就那时候其实他往生以后，面目是像好像还活着，全身不僵硬，坐在缸内，他的这个坐下及身的周围都垫这个适当的碳屑还有石灰，用以吸收水分和防细菌的滋长，还有一个缸啊，就倒置就放他的身体啊，然后用7步将2个缸口啊缠紧，以防缸外的虫蚁侵入。坐的缸呢就置在土中，盖得哈、啊、缸就露在土上了、啊，然后就建一个圆形的塔，就像碉堡啊，密覆着。所以奉安的时候啊，四方啊之数参加者超过13000多人。那细指弥勒内院的后山呐、啊，人山人海，那时候是盛极一时啊。这是他安奉安的时候，那就在民国48年5月19日的清晨5点。就是永久纪念会的委员啊，道安法师啊，还有副主任委员立行法师、玄光法师，还有一位总干事淑芬居士
会同两院同学50多人举行开光。所以我们台湾的第一尊肉身菩萨慈航大师，慈航菩萨示现的肉身不坏，效法菩萨道之力行实践，历代高僧风范智慧与慈悲之示现，就大圣精神以大愿与大恨为佛教，也为众生之菩萨道的实践，此即诸佛菩萨之本怀。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尘世，则为尊重尘世如来；若为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参着历代高僧与祖师之慧见与体悟，高僧的生平传承及主要思想，以及对后世之贡献，深觉佛法是启发众生思维诸法实相，升起大慈悲心的指南。我们可以肯定，为众生便是为佛教，一定要为众生归敬三宝，听闻正法，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